是发生在早上的7:37，地点在埔子市第二公有市场。起火户为市场内的商家，一楼为店面，二楼为仓库。消防人车到达现场后，火烟已由二楼窜出啊！消防人员立即部署水线，做灭火攻击及阻绝燃烧。火势扑灭后，清理现场，确认现场没有人员的伤亡。初步判定起火原因为电线短路所造成的。后续起火原因能将交由这个火调人员做最后的确认。